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李坤泽委员进行质询。哎，谢谢主席，主席要请下郭部长。好，请郭部长。李委员好。哦，郭部长你好，我们的劳工是我们国家经济站在第一线付出最多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们对劳工的基本尊严以及权利的照顾，应该视同如同自己的家人，应该要给他最基本的一个保障。那我们现在针对有心照顾的这个家庭假呢，我们现在在目前有很多的法案，这种家庭照顾假，包括本席还有中广少委员等委员都有相同的一个提案，那朝野也都是共同的一个支持。那最主要还是针对有关于疾病的预防或者是台风假等等。那其实按照目前的上班上课的管理的作业办法，那我们对于公务员他是有这种有薪的可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照顾假，那劳工目前是没有。那针对这个部分，那基本上劳动部对于有薪的家庭照顾假的基本态度跟未来推动方向是如何，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是委员，那么我们理解到现在目前在院里面所有委员的提案版本都是朝有薪照顾假这样子来提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劳动部也是朝这个方向来规划，但是因为里面牵涉到对象还有事由天数到底多少，最后裁员的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应该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再来做政策的决定。包括对象就是一个很广泛讨论的范围，这个必须社会要有共识，也跟劳工团体必须要多所讨论，不能劳动部擅作主张，应该要积极跟劳工团体来对话。那其实在目前我们这种有薪的家庭照顾假主要还是针对疾病的预防施打疫苗，或者是天然灾害，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其实有基本的规范，但是是公务员会得到国家比较多的资源跟照顾，劳工方面也是比较欠缺。那记得在上一届我们针对性平法我有提出这个修正案，就是让我们的劳工妇女职业妇女也能够希望比照公务员有8天的产检假。那最后在第六会期也跟劳动部多所讨论之后修正为5天，其实我是不满意，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公务员跟我们的劳工都是希望得到国家同等的尊重跟照顾，那不满意但是也勉为接受，因为也向前迈了一大步。那现在讲到对象，我们现在像这种产检假或者是未来施打疫苗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天然灾害，其实在国外部长应该很清楚，它包含的对象其实是更广，包括家庭的成员，包括怀孕，包括领养或出生婴儿的照顾，他们也都列为这种家庭的照顾假里面。那相关的薪资的计算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日本、新加坡或者是美国、加拿大等等都有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希望劳动部应该要参酌我们本国劳工目前的劳动状况，不能我们什么的这种劳动条件跟其他国家他们比较重视照顾劳工的这种基准去同样的计算，因为我们的劳工还是面临长工时、低薪资以及职灾多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这我提的这三个方向也是未来部长要推动的一个重要的劳工权益的保障的工作，这个部分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包括刚才委员所谈的，其实我们100%完全赞成。那相关的你们接下来要做的推动的程序是如何？我们可能就要多去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有劳方、资方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看看这些对象 的这个范围有多少，最后可能会估出一个财务负担的一个额度出来，然后再来考虑看这样的一个额度，参考各国的他们的做法。刚才像委员所谈到的日本、英国、加拿大、澳洲是新加坡都有不同的方式在处理这个裁员的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共识出来，然后就可以来处理。我认为我再次建议部长，因为这些国家
都是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对劳工的权利的重视我们还是比不上，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劳工的权利，还是要参照目前我们劳工的工作状况。例如我刚才一再向你提起的长工时、低薪资、职灾多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状况，劳动部更应该积极的站在保障劳工基本工作权利的立场啊，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有薪的家庭照顾假。那时间的多少啊，或者是相关的薪水的支付的比例啊，或者是说像新加坡，我记得新加坡是前几天是由这个雇主处理，前三天，然后后面的几天是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处理，公积金来做处理。那相关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来做处理啊。这个是我们一定会这样子，部长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另外，有关于开放白领外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相关目前的评点制，那经过朝野立委大家的努力，暂时挡了下来。但是这个薪资的门槛以及这种会商的机制，在目前啊，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劳动部目前的态度是如何。是，包括过去我们白领引进的两个门槛，那么一个是47971，一个是大学毕业两年工作年资。那工作年资的部分，我们在过去十年来我们都用会商机制，然后再辅以总量的管制，效果还不错，所以我们才想说有没有可能也把这个47971这个项目啊，也把它纳进会商机制。不过这个还在做可行性的评估。部长，我要提醒你要站在保护我们本土的劳工啊，尤其是年轻人听到要开放白领外劳啊，大家对于自己啊毕业后的前途啊是忧心忡忡啊，是不可贸然开放啊，这个我认为部长还是要审慎。对，所以我说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就开放，所以才会说现在进行可行性评估，然后我们会提人才汇报小组里面去做详细的讨论。好，希望部长能够对劳工的权利保障，对，要万无一失以后我们才会来推动，好不好？好，是是。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委员进行咨询。哎，主席、各位同仁、各位所长，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郭部长？好，请郭部长。郑委员你好。哎，部长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个，是您记不记得在第六届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民国96年12月19号，那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两性工作平等法》，改为《性别工作平等法》。是。12月12号就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审议，当时您是副主委吧？是副主委。还记得那个场景吗？你还记得？对，我记得，记得。那当时有一个提案，哈，停留提案。那我跟谢欣妮委员他们联合提案，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好，来我们下一张，哈。那个时候我们针对陪产假，那有个提案。那部长，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陪产假几天？那个时候是两天。那我在提案里面要求变七天。那我跟部长您报告一下那个时候的状况，年中年的就会回想9年前的事情了，来，我们那个案子，我们提案日期是1995年4月14号，审查日期是1996年12月12号，相隔了一年半，在我们快卸任前，我们终于在贵委员会可以来通过，那我看到部长您一上任就解决了劳工七天假的问题，非常有魄力。但是当年我们在审这个两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陪产假的时候，那时你算很古毛的啦，跟你如点多钱，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场景。七天假，然后您到最后撸了一个多小时，两天变几天，你晓得吗？两天就变三天。是我吗？对，那您是副主委，是啊，哦，您那时候是副主委。你在这里啊，副主委比较，如果常务的话比较不会去谈这个事。您一直跟我说要通盘研究了，所以我很期待说您部长您升任了，是，那应该要有这样的魄力，要有跟处理那个七天劳工七天假期的魄力了，所以再跟你请教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这个会议记录了，高你景哎。好，那当时陪产假只有两天，然后您是劳委会的常任副主委，是是，对，您一直在跟我讲说，如果单纯调高陪产假的日数，对雇主而言负担很重，如果可以的话要通盘检讨。所以我刚才跟您报告说，那个提案过了1年9个月，然后您一直要通盘检讨，检讨到我们三年任期都快卸任了，还要通盘检讨，没办法接受，在这边撸规波，拜托记得委婉回，从两天变成三天。
那部长您知道现在陪产假几天吗？五天。五天哈，什么时候通过的？刚通过。103年。103。11月21号，3天变5天。那时候您是副主委，也是副主委。你有没有表达过要通盘检讨？没有，应该不会是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业务不是我督导的，应该不会，也不会哈。所以部里面其实很阿莎利啦哈，就是说那个案子我查过，杨琼英委员跟王玉明委员都有提，其实在7个月内，3天就变5天了。我们的劳动部那其实都很阿莎利，所以在上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跟乌龟波浪玫瑰，然后你们都不体恤劳工，那在国民党时候，你们很快7个月。就多了2天，对不对？哦，国民党也有进步的地方了哦。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所有政党，不是所有政党都是全好全坏。但是部长，我跟您提醒，是每次都要通盘检讨，什么都保守，这样不是一个蔡总统所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好的政府了，好不好？所以跟你报告一下，了解。我希望您的任内都秉持您在上任第一天解决那个劳工7天假的问题这样的魄力，好不好？就跟您报告一下。谢谢。那现在我有个提案，还是要处理我们陪产假的问题。部长，你有看过我的提案吗？我现在不再跟你们凹日期了，不再跟你们凹天数了。这一次要跟您解决的是说，无配偶的妇女她生育也应该有陪产假。您听得懂吗？妇女会怀孕不一定有配偶，这个对不对？无配偶的妇女最需要陪产，因为她们是最弱势的妇女，这您赞成吗？这你有没有想过？这在9年前，本席跟您在那个一个多小时的论辩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您当时就说要通盘检讨，我不晓得经过了9年，您通盘检讨如何？哦，在这个9年前的询答里面，你就说你要研究看看。我不晓得劳动部、劳委会转型，你们到现在研究的如何？那个部长，你会说你这资料都8年前，真的好厉害。所以你背你来，您主管之下完全。没有理会我们委员所提出来的案子啊，共拢共吼啊，洗稿你嘿洗稿吼，你再来准备啦。所以这一次本只要是这样子的承诺，大概在我们的这个业务单位都会去处理。那你业务单位说明一下，这个就是9年前12月12号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您说您代表说好的，郭副主任委员方玉，好的，我们愿意研究。所以8年来没有研究这个无配偶孕妇产妇的假期陪产假如何请，对不对？好，谁来陪那个王委员？我等一下说明了哈，完全没有研究，对不对？所以我主委，我跟部长跟你报告一下，我不太相信我们政府所说的，然后我回去检讨，没变拢没啦。我跟你报告一下数字哦，这个我比你们研究还快。这20年来，我们非婚生子女，或是先生，或者是那个爸爸了哈。因为早产、出差、服刑或往生的，这样的没有配偶的产妇大概4%，从7000多人到10000多人不等了，这大概4%。现在我们政府要鼓励生育，是不是也应该在陪产假里面照顾到最需要没有先生、没有爸爸的这样的产妇，是不是？所以你去看这个数字，麻烦你那个把那个统计表看，4%，然后20年来大概这样的数字。所以这一次本席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的提案，就是希望说，对于这种无配偶的产妇，或有配偶产妇也可以，因为他先生可能服刑或出差，他们可以指定一人来陪产，1年最多5天，不能变职业陪产人了。这一点你们通盘研究好不好？好，不要拖1年半，好不好？是，让最弱势的产妇都可以得到陪产的照顾，我相信这个陪产假才是有意义的。这样可以吗？你们可以去户政事务所请个证明，就说我这个产妇就指定一人都可以。这一点系部的，再拜托你们跟内政部或其他的政府机关通盘检讨。本席希望这一次在您的任内可以完成这样进步的立法，让台湾所有的产妇都有陪产的照顾，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进行咨询。有请部长啊，主席好，各位委员好，各位先进好，请部长。
余委员好。哎，部长好，我想跟你请益有关这个就是性平法里面有关家庭照顾假的部分。是。那主要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忙说哈，这个政策上面推动更往前一步。我看了一下数据，有高达25.3%的企业从来没有同意过员工申请家庭照顾假。好，我想请问部长知不知道是哪些产业？那为什么没有同意过？有资料吗？是哪些产业别是不能够同意这件事情的？我们统计长来看他手上有没有资料，好不好？好，没问题。报告委员，我们这一部分的调查并没有说，没有区分说他那个就是他产业的区分，只是一个总数。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那之后可以做一个产业的调查嘛？为什么会有近四分之一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未来我们想了解。好，是好，我们会根据相关的资料整理。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下次在统计的时候把它分类清楚。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高达50%的员工不知道自己有1年7天的照顾假的权益，高达50%的员工不知道。那在这个推动上面，劳动部这边做了哪些这个工作？我们宣导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一年会跟县市政府，每一个县市政府都会办那个有关于性别工作平等法，就职场平权的一个法令。县市政府办嘛？那这些劳工他们不知道或是不请的话，原因你们有去了解吗？我们也透过其他的管道，但县市政府自己也办，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的文宣，提供一些文宣，或者是在那个我们 FB 上面。我希望你们能够检讨这部分，至少能够再提高这个执行率，好不好？因为至少有50%的员工是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自己可以请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有请家庭照顾假的平均天数是多少？你们有调查过吗？大概调查是大概平均是4.4天左右，4.4天嘛，那妈妈请家庭照顾假的平均天数，根据就是民间的 NGO 做个粗略的统计，多过爸爸的1.4天，那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男女都能够平等的来使用这个假？你们有做过调查或者做过努力吗？根据我们的调查，女性大概是请4.5天。男性是4.2天，所以其实还蛮近的，跟民间的数据有点距离，了解。对，好。那另外就说，联合国其实有提到，就说要这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1条嘛，我相信你们应该很熟就是要能够通过促进建立和发展托育设施和系统，使父母得以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事务这部分。可是我看了一下，我们98年至104年累计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情形，依然是目前来看是这个妈妈远远大于爸爸的。看一下这个数据那这个累计来讲，男生就是父亲大概是34000多人，女生大概有273000多人换句话讲，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因为托育的责任还是落在女性的身上，而且请了假之后可能回不了职场。那在这部分的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劳动部有没有注意到，以及怎么样去来改变这件事情。这个是目前请育婴津贴的资料嘛，所以委员讲很对，大概80%的女性请的啦，那男性是1/7嘛，那这1/7里面其实只有1/5是女性也请，男性也请，另外那2%男性请，女性没请的。不晓得是女性没请，还是他女性可能是公务员，都是没有参加文救保。这我们有这个统计数字没有错。是、但是这个比例，男生请的比例有在提高。是。从98年到现在有逐渐提高。是，希望能够更提高啦，因为这样看起来还是落在女性的这个身上嘛。重点是说请了之后很怕就回不去了最近有很多新闻都跟这个相关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103年针对私立幼儿园劳动条件专案检查，有检查60家，结果有高达21家幼儿园违法。请问一下，他们违法的这个项有包含哪些？二十四、三十二、
大概他们这个104年的专案检查违反的项目，大概前三名的大概就是违反这个加班费的给付啊，还有这个延长工作时间的这个不符啦，还有这个工资请领的这个没有全额给付，或者是请领的时间有迟延的这种状况。是这个比例真的不少哈，大概高达三分之一家是违法的哈。那现在很多的妈妈真的对于说这个托育的品质非常的忧心哈，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请问一下，劳动部会提出哪些政策来改善这件事情？这个幼教人员血汗这件事情，吼，间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托育的品质，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这种安心程度。我想知道劳动部有没有办法可以提出改善的对策？幼教人员他的血汗和违反法律，不是幼教。没有对策吗？到现在目前没有相关的报告吗？那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月内提交相关报告给我们办公室？我们来整理一下，好不好？我们来整理一下，看什么有效的对策，我们跟委员报告。好，再麻烦郭部长。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施义方委员进行质询。哎，邀请部长。好，请部长。啊，施委员好，部长好。我等一下秀一张照片让你看一下。第一张照片，部长，这是大林场照片是在哪里？大林场的当天那个事情发生，这个应该是还没有发生以前的，还有，施工架。那这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是就是这两天那个鹰架倒下，就现场造成两死五伤的那个现场。这个食物有没有跟你报告？有。下一张。那这张照片的问题在哪里？因为署长有到现场去哦，我请署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他有到现场。这张照片的问题在哪里？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是没有到现场，但是这个东西都经过我们的这个南区的检查，这个职业安全卫生中心到现场会同高雄市政府啊。那这个问题就是施工架倒塌，那倒塌的原因有很多了哈。那据我们初步的了解，就是第一个他没有按图施工啊，第二个他这个操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人为上也有点疏失，包括他那个连臂杆没有按照规定来设这个连臂啊，哦，所以这个导致这个倒塌的原因，大概是主要是这个样子。好，因为这是一个救灾的现场哈，哦，那它整个鹰架倒塌下来哈，那下一张，那当然这张照片反映的是除了公安以外，就是在现场救灾的人都没有戴安全帽，在那两位，那下一张。那接下来我要问你的是说，从101年到104年，那整个营造业的坠落的死亡人数是没有减少的。虽然职安署一直号称说他们很尽责在审查，很尽责在督导，很尽责在检查，那为什么这个数字一直都降不下来？那这一次的死亡的两位里面，报告部长，你知道那一位的年纪是多少吗？八十年次的话才很年轻，才20几岁。二十几岁，所以我希望说署里面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去检讨这个坠落的部分。这个坠落从101年到104年，完全都没有降低。那号称说，这个很努力的在督导，但是数字会说话。那我想减灾的工作必须要做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职业训练从业人员的部分，在营造业里面，部长认为说什么样的工种在现在目前在营造工程里面是最缺的？工种？哪个是地线的那个监工人员？不是那个钢筋钢筋工或是板模工这种低线的工作的，
对，板模工是最缺的。那我要了解就是说，你们现在的从业人员的职业训练里面，针对这个方面办理的是多少？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里面比较没有办这个部分，但是我们针对这个营造业的缺工的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专案计划，假如是这些营造单位跟我们来讨论，我们可以帮他设计一个，讨论出一个客制化的训练跟招募的工作。好，这个是目前正在要推的。我想近十年里面，营造业的缺工相当的严重，尤其是模板工的部分。那在这十年里面，因为缺工，所以导致了很多工程的 delay。工程的 delay 了以后，它的合一的争议不断，未来的十年也是一样。那我要请教部长是说，你知道现在在现场的模板工是几岁吗？应该年纪又偏大。偏大是多大？他们没有调查数字，不过我想应该是都偏大。我在我当工地主任的时候，那时候的模板工是20岁有，30岁有，40岁也有，50岁也有。现在模板工的起跳是40岁以上，这一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所以我不希望说，在部长的领导之下，这些都是在室内吹冷气的一些官员。那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未来购买房子的延迟的交屋的问题，因为缺工了以后，那个营造的工作做不起来，所以会有缺工的问题。好，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营造业现在目前受检的比例是多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一年做这个安全卫生的这个场次大概10万场了哈。那营造业就去年而言的话，我们大概做了这个54000多场啊，大概一半了，一半就50%是营造业，落在营造业。那你的数字怎么跟我的数字差那么多啊？我的数字才有5%，你为什么会差了50%？你的受检数怎么会差那么多啊？代表说你还是很不用心啊。好，没有，我们一年10万场次里面有54000。好，没关系，你这个再提供西部的资料给我。所以我要建议部长一下，我希望你好的去检讨职安署里面要适才适用。这个问题，我希望你在最近能够去好的去检讨。Okay, 好，是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惠美委员进行质询。主席，有请部长。好，请郭部长。王委员好。部长，新官上任3把火哈，你一上任很快哈。有3个重大的一个政策方向，包括推动我们全面周休二日，化解7天假的一个争议，魄力很有。然后呢，基本工资时薪从现在调120要调到126，对不对？他提会讨论。好，然后呢，给劳工呢5天有新的家庭照顾假，对不对？那个还在建立共识中。还在建立共识中。是因为裁员的问题。那你讲得好快呢。我不是故意主动去讲，因为大家很关心，问起来说我们要有基本的这个想法，这样子。你有基本的想法，一讲吓死人了。你知道你这一讲啊，就我所知道，本来有一家上市上柜公司啊，要到我们彰滨工业区的去投资啊，土地都买好了，预计投资60亿啊，现在拔不起，伊讲我们做啊这艰苦。现在我们国内的投资。据说啊，一些投顾公司在说啊，我们前50大不太想在台湾投资，他们投资建区保守，为什么？欠工啊，缺工。对，但刚刚啊，你们在回答我们司委员的啊，我就听不下去啊。你们啊，请那个相关单位来跟我们研议啊，我们啊为他啊来打造一个专案啊。你们连现在的市场需求。哪里是缺工，你们都摸不清楚，你们没有办法去设计所谓的职训，来把这些想要的没有工作的号召进来，然后呢，透过我们市场的缺工，然后让他中介来把他们牵线来完成，那你说我们的经济怎么会好呢？这些人怎么敢投资呢？这是第一点了哈。我这个真的是希望你们职训能够跟现实去做吻合，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好，再来，部长是
过去你在担任次长，我想我们这个七天国定假日谈这个部分也是应该在过去 你也参加决策嘛，嗯，讨论讨论啊，内部讨论全不是在你这里，在部长，所以在部长跟你没有相关。那 你上来之后你就觉得说那个是不对的，不我们要还劳工七天的假， 也不是不对，因为决议立法院决议来了以后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执行了。立法院决议是我们只有退给你，你还是有权再送。哦，不行的，因为那个对不对，送来的决议还有过程呢。再来啊，部长啊，你又说啊，我说我就比较怀疑，说到底是你当时是摸着良心说、啊、没关系，就部长你决策了，你官大学问大，我就尊重你。然后现在换你当部长了，你就觉得说过去的那个是错的，到底是过去的次长对，还是现在的这个部长对？都对，我从来一次都对，你都还是遵照立法院。有始有终，对不对？前后一贯，所以你们行政人员还是尊重立法院，对不对？一定要的，一定要尊重立法院。立法院的决议来，你的专案，你的专业在哪里了？我就最讨厌你们行政官员，你们委员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不是，他当时正式的决议过来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像这样子不以备查的案子还不多了、啊。对呀、啊，但是决议真的过来，我们就要执行啊。那你再执行吧。啊、不，现在啊。现在啊，我们啊、你所提的这个周休七日啊，立法院因为不同意备查，是，你也没有跟原本的劳团、也没有跟原本的这些工团、工业团体、商业团体来做讨论嘛，对不对？有，都有讨论。所以他们很认同你现在七天的假 ，OK 的。要有条件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有配套东西出来、就是。那你的配套现在打算怎么配套？啊、就是修劳基法，从46修到54。不是，先去处理周休二日，因为这个问题七天的假期的问题的缘由在哪里？就是没有落实周休二日，所以你一定要去处理周休二日，才能够解决七天的假。你要周休二日的配套总是要出来吧？对啊，所以我们就跟本席跟你提议一下，我们现在所提的，过去我们所提的，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就是几个小时，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走基层的过程中，说真的，资方告诉我们他们找不到工。真的是劳工很缺，要你们多进外劳，我们又担心影响到本劳的生计、嗯、所以我们就又有所限制。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企业我归去啊，不是没人吃啊，我收收的。当我们的企业越来越不投资，当我们的企业越来越紧缩的状况之下，劳工最后的一个结果是找不到工作了啦，没工厂通去啊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不愿意见到这样。那我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也很好，你们为了劳动的条件、所以呢，你们也用了200多个月聘雇下去找了，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大力的针对我们的这个加班时数啦，劳动工作条件，这个、工作条件一直在做检讨嘛。检查对。第一个，很多中小企业是法令不足，我拜托你们先以辅导为主。OK， 好。第二个部分，说真的。我们现在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我们的劳工告诉我们，他想加班不能加班。他说我们两个夫妻一个月大概5万多的收入，我买房子养两个小孩，我想要多加班，我没办法加班。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综合性、弹性的劳资双方合议，在没有压迫的状况之下，我们送交给工会也好，主管机关也好，他总是要帮你看看会不会让你过劳死嘛。有一个单位再来帮我们做审核的工作，让需要赚钱的人再去赚钱，让需要有要接单赶工赶那个时速的人，让他快点能够把货做起来。哎，不然这样下去真是嗨呢，真不简单接到单。那我大月跟小月又不一样，你就一定规范我在那里。那当我要大月真不简单抢了一张单进来，我没有办法继续如实交货给人家。那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这些员工难道叫他就去 做无薪假吗？能不能有一点弹性，有一点调整这个方向，我拜托你们思考看看。是第二点，真的不行的话，不能像我讲的让劳资双方合议，有一个第三单位来做核备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好，没关系，你46提升到54完了之后，你让我们类似像存折，我这个月用不到这么多小时，你给我下个月吧。总是让这些想要为台湾经济奋斗的这些企业主找得到工吧，好不好？
你们思考看看啦、啊。我们委员会里面有个版本哈，如果到时候有讨论的时候，我想这些意见都可以来讨论。好了，一起努力啦、哦！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王惠美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姚文智，姚文智委员不在，我们请吴志扬委员进行咨询。好，主席有请郭部长。好，请郭部长。吴委员好。好，郭部长，你提出劳工全面周休二日是好、哦，这个本席给你拍拍手，谢谢、哦，非常棒。但是我要问你，你是玩真的玩假的？当然是真的。真的是多久可以实施？我们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把草案提出来，然后就会送到行政院去按照既定的程序来审议。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吗？就是你们变成双周84小时减为单周40小时以后，对，开始很多企业用各种奇怪的方式去，没错，我也很了解啊，鸡零工时啊，砍价啦，是扣减福利啊，嗯，可是我们发现劳动部当初好像都从宽认定这种变形，是不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想到会最后会有这样子，实务上会发生这些问题的。后来劳工朋友反映以后，才觉得说，哦，原来是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就郭部长，您在以前劳委会就在那边，劳委会 对非常非常久，所以你的劳工问题很清楚。是，你应该看得出来，有点了解。当你的规范利益很好，但是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的时候，雇主一定想尽办法。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去改变，对不对？这应该你有相当大的经验了。鲍委，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雇主，绝大部分雇主是没问题的，是少部分。然后慢慢的有人就是，就去口耳相传说，哦，原来可以有这样子的变相的去处理。大部分的雇主其实都对劳工都不错，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连午休时间他们都动脑筋了，对，就是他把午休时间加长。我觉得在台湾的雇主大部分其实都不会有这个，都还蛮体恤劳工，应该还好，少部分吗？是少部分吗？对、啊、慢慢的有人在教，有人会就会大概会知道说工会也会串，我不晓得，我说就是慢慢的就会慢慢的口耳相传。反正我们要定一个很好的制度，让大家没有机会去做这些变形。所以36条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好。那这一次大概几位总统候选人、哦、都有提周休二日，是对不对？那我们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哦、蔡总统他也是提周休二日，有这样政见、哦。好，这是很好。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把版本送上来？我们大概最后阶段的沟通之后，送法规会就可以送出来。我预计大概2个礼拜左右。2个礼拜，好。你有没有注意到本席有提一个法案？有。这个法案就是修订劳动基准法第36条，规定劳工每7日要有2日的例假日、这是我看过修法最简单，只加了一笔画，从1日变2日，只加了这一笔画，劳工权益是大要紧、哦、但是这一笔画画下去很沉重，你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在问你，玩真的玩假的，你的进度在哪里？鲍委绝对是真的，而且36条可能因为好几位委员都有提36条修正的版本，但对我们来讲36条还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加上24条跟37条。那我要再看看啊、哦，针对你法案送上来以后，大家审查的时候你会碰到什么阻力？是、哦、我倒要看看。那本席是全力，我带头要要求要全面落实。是，谢谢、哦、谢谢，我们一定会。好，可是我听说了，你们的版本将来会提出的版本，所谓的2天，其实只有中间一天是例假日，对，另外一天是休息日，一例一休，对。那休息日有周休二日吗？有啊，你那天如果调一的话，你还是要换一天给他嘛。如果换的那天又工作的话，就 double pay， 就要给他 double， 比以前的加班。No， 这不叫真的周休二日。你只要有机会让他用休息日出勤的方式、哦、加倍来发工资，你就是引诱了不管是劳方或资方，让他实际只有休一日。比如说刚刚也有人家讲，你没有配套措施的话，
他可以压低他平常的正常工作的工资，在你变形的那个一天可以加班的时候，再把薪资加上来，结果达到总工资是一样，结果就造成员工实际上少休了一日。所以你只要开放了这个空间在那边，就有机会，不管是雇主要求或者是劳工想要多赚一点钱，想要配合，就会牺牲掉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这如果是要提这样子的配套，你要再想清楚。那跟现在人家变形工时在乱用一些奇怪的招数，在压迫劳工，其实是会一样的。所以这点本席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刚才像王委员刚才执行谈到的，这个有相当的弹性跟空间，可能在目前这个职场上还是需要哈。何况你那个休息日那天如果要调议的话，还是需要劳方的同意嘛。而且他刚才王委员提到说，有些人或许他也需要加班，所以说这综合这些考虑了哈，没有两全其美。你要不要还用这种心态？我现在讲这样子了，过去哈，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工作的时间代表生产力，啊，好像缩减工时就是让生产比较小，这个是劳资零和的一个关系，是这样。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让劳工充分的真正拥有两个整天休息，是让他真的能够身心可以获得满足，让他有机会休息，做他想做的事，让他有机会促进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休息两天之后，他回到工作岗位，他有更大的生产力跟更好的工作心情，这个是增加生产力。现在连中国大陆都有一些省份，他是要规划到周休 2.5 日了，您知道吗？所以不是说我有再开一个门让他想办法再多做一点事，实际上又没有休到两天，这个你要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多收集一点劳方的意见，好不好？然后同时你要有一个配套，为什么？什么配套？我让员工休息两天，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去鼓励他，没有去辅导他，他可能在家里就耗掉了，变成他好像实际上又失去生产力，实际他又少赚了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引诱劳工又去要求我要加班。所以这个时候我麻烦你参考一下国旅卡。公务员我想您做过，是公务员为什么要强制周休二日？一方面也是维护他身心，另外一方面要求他们去消费，促进内需。所以国旅卡怎么样去服务公务员？我要求我们的劳工周休二日以后，这两天不是放牛吃草，让他们参加运动的产业，让他们参加文化创意的产业，观光休闲。当然，你政府要补助啊，国旅卡是有补助的、啊。这个哈，你要跟文化部、跟教育部啊各个部门啊体育署等等，大家通力合作，让这两天不是白放假。让员工觉得这两天是值得，我宁愿不是说我宁愿要去多赚一点钱，我不这两天我也不会安排啊。事实上，员工已经够辛苦，你要他自己去安排这些很困难，所以仿照公务员的国旅卡，帮员工好好规划这两天，我觉得强制周休二日是绝对值得。是，谢谢委员指教。是。好，我们谢谢吴志扬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徐永明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徐正伟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苏志芬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吴炳瑞委员不在，
管碧林、管碧林、管碧林委员不在，游美女、游美女、游美女委员不在，赖世宝、赖世宝、赖世宝委员不在，黄伟哲、黄伟哲、黄伟哲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林淑芬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各位大家午安了。是不是先请我们部长？好，请郭部长。林委员好。部长你好，我特别把我的发言顺序调到最后，不妨碍其他的人的发言。然后我再重申一次哦，我上一次对于废弃物的管理咨询一个小时，没有一句话是在作秀，关于政治口水，没有一句话。我纯粹都是就政策、就法令，当别的委员没看到的，我也提出来质问我们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小时浪费谁的时间，而且我在我后面也没有任何人来登记发言，我都是最后一个，没有人要发言了，我善尽立委的职责，所以不是一个小时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是为了把关国家的制度能不能善尽到废弃物管理的责任。那我今天也一样，我故意掉到最后一个，我在立法院等整天，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来谈这些问题。部长，是我们现在已经公布哦，中止景气连续十个月的蓝灯啊，回复到蓝绿灯，制造业的哈，但是整个制造业的这个萎缩是一个国际的趋势，也是一个事实。然后我要再跟你讲说啊，你觉得整个制造业接单接的这么差，是景气的不好、大格局的问题，还是我们的企业主能力不好，还是我们的技术不好、不善经营？你觉得是企业主能力不好的问题，还是大环境景气不好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回答我？我想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但是比较大的部分我觉得是景气的问题。是景气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啊，目前休无薪假的哈，以这个金属制品、机械设备、汽车及其零件、电力设备，看起来都是台湾的中小型的这个传统产业居多。然后我们知道这些产业界所提供的就业人口是非常多的，所以普遍是景气不好的状况里面，显然受到冲击的劳工是很多的。我先提醒你这一点。然后呢，我们要讲薪资结构。工时，从薪资结构的变动和工时的变动最能够看到景气的好坏，所以我们在看到缩减工时、无薪假，你看这几个指标，当去检验这个失业，它可能比你纯粹的失业率还要更精准。但是呢，缩减工、缩短工时、无薪假，政府却没有无薪假的精准的统计的数据和必须赋予企业主必须强制登记来统计的这个法令依据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在讲说啊，没有统计就没有办法反映问题，没有反映问题，政府当然就不用解决问题，是这样子的吗？当然不是，不过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现在有通报制度啊。从地方政府通报上来的，我觉得应该跟实际情况应该是不会。你的通报制度本于哪里？你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应行注意事项有罚则吗？不通报有罚则吗？那你们这个注意事项有规定哦，什么样状况才能够所谓的无薪假缩短工时？如果企业不符合这个规范，仍然要付无薪假。仍然要这个休无薪假，企业会通报吗？他不符合放无薪假的标准和门槛，可是他仍然要放无薪假，他会去通报吗？通报是地方政府通报吗？这个我们现在通报的好像是经由地方政府去了解哪一条法令啊？哪一条法令？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一样了，但是哪一条法令规定雇主一定非报不可？哪一条法令？然后哪一条法令规定他如果不报会处罚、会付出代价、要有罚则？哪一条？没有啦！你这么久了，不要再装了。你明明知道没有。
我要讲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景气的风险是谁的责任？景气的风险是雇主资方的责任，还是劳方的责任？那我问你，依照你们现在所谓的缩短工时，允许默认去放的无薪假，在这个制度设计下，景气的风险是谁在承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放无薪假的话，是谁在承担这个景气的风险？最忠实的劳工。那以前是谁的风险？没有无薪假以前，景气好坏，景气波动是谁的风险？雇主啊。那为什么让雇主的风险转嫁到劳工去买单呢？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所谓的无薪休假是一种明显违反现行劳基法的违法用语，因为在我国劳基法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所谓的工资保障公约里面的工资继续支付原则，我们是可以雇主在法定休假仍然有继续支付受雇劳工薪资的义务，所以凡是法定的休假应该都是有薪休假而不是无薪休假，更何况不景气叫劳工去休假的是雇主叫劳工去休假，当然更应该是雇主去买单，可是现在转嫁给劳方了，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劳工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说你动摇一个劳工家庭里面的基本的经济稳定，那你就动摇了劳工他的家庭功能运作的稳定，那你让劳工这个家不稳定，所以在一个不安稳的状况里面，很多人也会选择不成家，这是恶性循环的，所以会让大家在一个都在一个不敢期待未来是可以保障的状况里面，每个人在这里面如惊弓之鸟啊。所以我们在讲说，那国家没有角色吗？国家角色的失能啊，我今天在讲这里，国家角色的失能，我们能够让劳工、让老板资方把景气波动，本来老板要去买单的，变成劳工买单。那你说要创造双赢，那老板也是不得已叫劳工买单的。那国家没有其他的经济安全网来帮劳工承担起这种景气波动，因为你刚刚讲了、啊，这不是企业主能力差啊，是一个大环境不好啊。所以这样子没有一个配套的安全保障，你让劳工自身个别的劳工去自身的承担经济不景气，本来还不是他必须买单，变成他去买单，国家角色失能。那我要跟你讲说啊，请问一下，这种失能里面，我们要来研议就业保险要增列，就业保险法里面增列无薪休假的津贴，有没有法源依据？有没有法源依据？你说你是讲到家庭照顾假还是无薪休假？无薪假，增加一个无薪假的津贴。对，无薪假，我不是在讲家庭照顾假，因为我们的就业保险，它其实是要用来对于这些失业冲击的这一个救助，一个安全网啊，是整个救保的钱，你去发放育婴津贴，发放到比失业给付还要多，48%就业保险全都是在给付育婴津贴，已经很离谱了。那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增列无薪假的津贴，国家打造一个国家责任，然后来给付这样的一个景气的风险，帮雇主也是帮劳工，有没有法源依据？目前救保是没有这个依据，但是我们目前动用的经费是救安基金，就是我们有一些帮助无薪假的。没有啦，我在问你救保的就业保险法有没有法源依据？你讲错了，有啦。促进就业，促进就业稳定，雇用安定条款，雇用安定条款，
就业服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失业时，得鼓励雇主协商工会或劳工，寻缩短工时、调整薪资、办理教育训练等方式，以避免裁减劳工，并得视实际需要加强职训，采取创造性临时就业方法，办理创业贷款补贴等辅导措施，必要时发给津贴或补助金，促进其就业，所谓的雇用安定条款，必要时发给津贴或补助金，有法源依据啊。有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不出来吗？为什么？而且我们就服法里面，劳委会通过你们就保这个就业保险的修正条修正草案，增列了配套的雇用安定条款，明定政府还要提拨20%的就业保险基金，作为办理雇用安定、创业辅导、职业训练等就业促进措施的经费哦。雇用安定也是在内哦。为了配套，还定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实行吗？没有达到启动条件的标准啊！启动条件全世界都这样设定的、啊，为什么没有达到启动条件？因为设定的启动条件创设了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机制，所以让这个就业服务法跟就业保险法这一个所谓的雇用安定条款完全都不能启动。为什么？因为这个门槛怎么样？高，很高。那你觉不觉得应该要修正，要拿掉启动门槛，就业保险失业率连续三个月达到 2.2% 以上，三个月提报告，就业保险失业率曾经超过这个门槛的是在失业率 6.2 以上，就业保险失业率才有可能超过这个门槛，那时候应该是金融海啸2009年的6、7两个月才曾经达过失业率 6.2， 所以照这种逻辑是没有再一次的金融海啸，不可能启动这个门槛。所以你意思是说要哀鸿遍野？这个不是你，这个不过当时你也是当时的副主委啦，就还有这个次长，劳动部次长，所以意思是说劳工要哀鸿遍野，这条法律才能启动，可是它违反了立法的基本核心精神。所以我们在讲说啊，第一个，你没有政策的管制工具，要求事业单位强制通报，政府掌握的无薪假藏有多少黑数，通通都不知道。那看起来好像劳工不会被资遣，休无薪假就不会被资遣，但是是在降低政府的失业率数字。好，失业要不要通报完全看他的意愿，如果他根本不能放无薪假还放了，这种企业根本不会通报，不通报没有罚则，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大家都嘛不通报，免得不符合规定还放无薪假，被知道了还得了，这个企业的社会压力啊。另外一种无薪假休假期间啊，只可以付低最低这个基本工资就可以了，这中间短差的工资损失叫劳工自行吸收，所以我刚刚讲你动摇了一个劳工家庭的稳定运作，它的稳定性。所以我国无薪假现在的管理方式还有这个无薪假的强制通报都没有的状况里面，使得我国的工时和工资制度早就非常弹性，再弹性已经松得不得了了。那我今天讲说啊，你们框一个就业保险失业率要达 2.2 以上才要启动的这一个雇用安定措施哦，事实上你们是让这一条法律不能运作，你们是架空这一条法律的运作了。鲍委，这个标准我们三个月之内会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马上提出。那我要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姿势挺大，早上已经有一个提案了，那个是我们的提案。是，那我要跟你讲说啊，最后我讲说，每一个国家都设计了一个因应景气波动风险，所有一个缩短工时劳工人数的下限的规定，
就全公司可能有五分之一放无薪假，缩短工时了，好，人家就启动了雇佣安定条款，外国都是这样子，10%、20% 受冲击，工时缩短了的影响10%、20% 就启动了，结果你定这个高门槛的这个所谓的就业保险失业率要达 2.2， 要金融海啸那样哀鸿遍野才可以用得到，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的就业保险失业率启动门槛高以外呢，还有所谓的工时缩减在20%到80% 之间的劳工，才可以获得月投保薪资差额的50%的薪资的差额补助金。我们也认为你应该放宽修正。放宽修正是经劳委会与经济部认定，确实因为经济危机导致停工、减产与亏损的事业单位，其工时缩减10%以上的劳工，就可以获得月投保薪资差额50%或者更高一点的这个薪资差额补助金。我要跟你讲说啊，就保的钱，这个才是正本清源要花的地方啊，更不要讲你现在失业给付，你现在失业给付，把失业给付的秦岭者，你们看待他的方法是有道德风险的，有福利依赖的这样嫌疑犯的有色眼光，在设计一个失业给付的秦岭，那不断的透过繁复的程序，迫使失业给付申请人一直处在消极性的参与的处境当中。所以你让这个旧保安定，这个旧保就业保险的这个钱哦，在48%沦为人口政策补贴的工具，都发放到育婴津贴了，占就业保险支出的48%。这件事情不是政用啊，不是政用啊。那现在政府核发的失业给付又非常的严苛，你设置了重重的关卡，就假设对方是一个道德沦丧者，避免他成为道德沦丧和福利依赖的懒惰鬼，所以你们要他们说要执行寻职义务。然后要有这个所谓的预约制的寻职时间管理机制，强化寻职义务的失业认定机制，早期介入的个人化就业咨询，必须要遵守更多更多的寻职义务和就业咨询义务才愿意给他。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呢，通常你紧缩了资格的条件的话，你是防止他成为一个懒鬼了，但是呢，某种程度你是在加强控制，加强控制失业者的一种手段，那你也是在加强提供促进就业的。我们知道你也是这样子在设定，可是你知道现在就业不就业，不只是一个就业者愿不愿意，也不是一个企业者经营的好不好，真的就是景气连续10到12个蓝灯，这已经是一个大结构的大问题，而且蓝灯蓝绿灯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常态，它不是短期的，是一个长期的常态。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请你哦，对我刚刚所提的无薪假，要增加无薪假的这个雇用安定启动，然后补贴无薪假的休假津贴，这件事情要立即来做。另外主席，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版的基本工资法，我稍微简单谈一下，看起来有两个状况，我觉得很有问题，好像是说基本工资最多可达台新台币30,000，但是它是授权给地方政府去订分区基本工资，然后还有另外是主张本外劳脱钩。首先呢，授权给地方县市政府订分区薪资，其实是我们中央，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中央民意代表机关，这是一种卸责的行为了，我觉得我们要扛起来了，不要把责任把压力推给地方政府。另外呢，宣称要解决国内低薪，却主张本劳外劳脱钩，这会加重加剧低薪的困境。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姿势体大。那我们现在看看，你看这个休无薪假的人数这么多，那失业率已经不能精准的反映到现在的劳工的真实工作情形，也无法精准的反映到底景气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希望无薪假的强迫雇主可以法定责任非通报不可。而且我再讲一个概念最简单，为什么要将缩短工时的无薪假的给付，这种给付
把它强迫一定要施行，是因为无薪假常态化，现在你们允许它常态化。那如果我们要求要给给给付，给替代给付，政府要花钱出来，政府就会严格审查。政府去严格审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雇主是非法再放无薪假，所以他可以回过头来回馈到政策管里面。政府要放无薪假的津贴，就要去审查雇主有没有真的达到放无薪假的门槛，是假的，假借无薪假，然后非法的放无薪假，还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给他津贴；如果是假的，是无薪假的滥用、非法的用的话，那么我们刚好可以课以雇主法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觉得你从缩短工时的替代给付、无薪假的给予给付之后呢，它是可以回馈到真正的管理层面去，好好的管理雇主的非法滥用无薪假这一件事情的了。谢谢。好，我们谢谢林淑芬委员的质询呢。我想未来相关劳动议题，我们都还可以再排专案报告一并来探讨。那今天的会议询答已经全部结束。有关于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20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8人凝聚就业保险法第10条、第11条及第19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尚未审查完竣。并择期再审。委员刘建国、徐真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